待好。茶花养不旺，主要是因为根没养好，而根养不好了，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施好肥而造成的。那么我们想要给茶花施好肥，首先要了解茶花的需肥特性。首先茶花呢，它是比较喜肥的，但是呢它又不耐肥，所以我们平时用的一些速效肥还有像鸡粪这一类的烈性肥呢是不能够使用的，这样呢很容易造成伤根的情况。那么其次呢，就是茶花是一个典型的喜酸花卉，它是喜酸的。那么我们用的像羊粪这一类的粪肥呢，它是偏碱性的，是不适合使用的。那么了解了这些需肥特性，给茶花施肥呢就简单了。首先如果我们要给茶花添加底肥，那么我们就要用一些相对酸性的底肥。那么一般我们就可以用上这种发酵腐熟好的芝麻饼肥，它是这种植物性的，而且是偏酸性的，比较适合茶花这种喜酸花卉。在盆底给它铺上一层，然后再来栽种茶花就可以了。而茶花又不适合用一些相对烈性的肥，又喜酸，那么我们追肥的话就可以直接用这种喜酸植物型有机营养液，既能补酸又能补肥，而且它非常的温和，不会伤根，半年甲中微量元素有机质还有微生物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比较适合给茶花使用。兑水稀释500倍到1000倍，每7到10天给茶花灌一次根就可以了。了解了茶花的需肥特性，然后呢我们再适当的追肥，只要浓度不是非常的高，施肥得当，那么茶花的根才能够养得好，不容易出现伤根的情况。根养得好了，茶花自然就养得旺了。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见。